这里还是在冒烟。爸爸，你扔进哪了？你扔到？我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。吃个香蕉和一个橘子。嗯，还是我这个炒好一些高级的。好了，他们已经吃，他可能先开始吃点心了。汗巾头下土，先做南瓜手。马上可以开始了，咱哇，汤给你做了个鲫鱼汤，好吧。小芳，小芳，小芳，妈妈，妈妈，刚刚我去做了一下恐龙乐园去做。哇，看看，小心啊！把东西收起来，哎呀，棒棒的。爸爸不是鱼的，我是丸子。嗯？你是鱼，我是丸子类。你是鱼类，我是丸子类。今天画了一幅画。这里都没办法，就是写字或者什么的了，挺满的。就盖各种。今天这张画的视频嘛，嗯，这种阴影画的也蛮好的。吃，小芳。太香了。先放到这儿，等一下还要盖个章，等到这个干了再。嗯。快来吃，快来吃，鲫鱼豆腐，啊，等崽子。嗯，好鲜的感觉。嗯，好鲜。子然，快点吃，吃哦。啊，你趁热吃就暖和一些哦。谁？知道。不行，小孩吃不烂。衰对胜，密对稀，季服对潮衣，羹对饭，柳对鱼，
短袖对长句。嗯，子涵呢今天晚上想吃土豆，然后那些鱼啊什么的都没怎么吃。今天呢家里面没有土豆，所以呢给他煮了个，就是准备煮那个肉打汤加鸡蛋。别飙上来了！我有些渴，一定要继续说。吃什么？